啊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六和周六我是史蒂芬，舍蒂芬，和今天呢，这是我的中文练习我今天我要说一说这是今天的好事6月11日2022年。和今天我要说一说关于一个办法，数量计算办法。所以在中国如果你也来北京，或者可能不是在北京，可能在外边北京外可能在小的城市或者别的家乡，所以一个。怎么说？哎呀，1分钟，village 和农村，所以你去不去农村和可能他你能看有的人计算numbers 数柱，计算数柱跟他们的手，所以就是一个手。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有手指，差不多。可能但是在两个手可以计算很大的数据。所以我的朋友我的女朋友计算在一个手指，一个手，所以个是。百、千、万，我不知道，所以万是10000，千是10000，和百是10000是0，是10和个，这是1到9数字，1到9。是这样，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的办法为他们计算数珠和可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他们有很高的很大的数珠，他们用他们的手因为如果他们要翻译英文变化中文。可能他们不知道哪儿是 comma 怎么说 comma 逗号，所以他们不知道逗号地方，逗号的地方，所以应该用他们的手指和计算这个大的数字，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100,000 吧，不是，one 是。10,000，所以100,000，by one，对，所以by one，千 by one，one by one，one by one，不是，可能是不是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就是小的视频，因为我要复习一下我的数珠和计算数珠，计算在我的手指。和给你说，给你introduction 怎么说？introduction，哎呀妈呀，介绍，我要介绍中国的办法，有意思的中国的办法计算数字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看我的视频，和下一次，拜拜，再见。